我是曾过瘾。今天是农历29啊，中午1点钟，太阳非常的大，这个时间来爬山找蜜蜂是最好的，因为这个时间会有新蜂出来试飞。像我眼睛比较利啊，远远的就可以看到新蜂试飞，就知道蜂巢在哪里。所以我今天也不打算带诱蜂水了，轻装上山，啥也不带，就靠我这一对钛合金神眼远距离观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爬山上去，去到处望一望，转一转，看一下有没有新蜂出来试飞。太阳好大，非常热，今天应该有20多度吧。我里面穿着个短袖，随时可以脱的。好，我们等会找到蜂窝了再说啊，找不到那就拍不下去了。我的钛合金神眼发现那一个位置有新蜂进出，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，很多，那个地方有风啊！哇，这里有点难爬，我操！那个位置啊，钛合金神眼已经发现蜜蜂，哎呀，从这里爬下来，钛合金神眼，这一个视频我必须要等我把蜂挖了之后我才放出来。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是大年初一或者初二了，或者初三或者初四了。我刚刚看到蜜蜂在这一个位置进出，哎，果然对，钛合金神眼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钛合金神眼说的没错。哎呀，大家看我的钛合金神眼，没错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一窝蜂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蜂巢大不大，大的话现在回家拿工具搞了它。哇，这个巢有点深哦，这样子还看不到。这个蜂巢好深啊，我说了，我这双钛合金神眼啊，非常好用的。看到这边还有没有啊，毕竟这里有路过啊，这种荒山野地蜜蜂应该会比较多。我来这边再看一下，说不定这边还有蜜蜂。现在又用我的钛合金神眼扫描，好，没有啊，这些地方经过我的钛合金神眼扫描了一下，没有发现有蜜蜂。我们接着往上走，再回去原路返回，继续往山上走，去我放诱蜂筒，去我放诱蜂筒那一个位置看一下。啊，大家好，刚刚我已经用我的钛合金神眼发现了一窝啊，接着我们继续看，继续找，在中午这个时间是最好找的，出太阳，然后又有新蜂试飞，稍微眼睛利一点的都可以看得见，这就是视力好的优势啊。像这样子扫描一下就知道这底下毛都没有。好，我们接着往山上走，别错过了这个新蜂试飞的时间，这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好，我们接着往山上走，我的满头大汗了，我们现在接着往山上面走，走到我放诱蜂筒的那附近，再运用我的钛合金神眼找蜂。好，我们现在走放诱蜂筒的地方啊，峡谷的中间，向东，这边是东面，现在太阳在正中午在这边南面，这个位置诱蜂非常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扫描啊。经过扫描啊，毫无所获，我们换地方接着扫描。这边看了好久，只看到有蜜蜂在这个航道上面飞，但是没有看到哪里有蜂窝，我们接着找。哎呀，这里一看就不用看了，没有任何石头缝，换地方，去那边看一下。来这边看一下，这个石头上看一下，没有啊，毛都没有啊。
毛都没有啊。没有的话走，不浪费时间了。来，我们来扫描一下这底下，这底下有那么几块石头缝啊，扫描一下。很深啊，这一窝估计挖不了，太深了。我们看了一下，那个蜜蜂躲在这个后面。可以推开，可以不？哎，算了，不搞了，这一窝我们换地方接着找。这样我的钛合金神眼还是不错的啊，呵呵，发现两窝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回家了，已经找到两窝了。我这个钛合金神眼太厉害了，我感觉我不带幼蜂水的话反而能找到蜂，如果带了幼蜂水啊，就太去在意那个幼蜂水那个蜜蜂往哪个方向飞，我不带的话我到处走到处看还被我发现了两窝蜂。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在石头缝底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转发一下，谢谢啊。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欢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好，我们现在下山了，回去。